这个帖子的人很多啊，感谢季春生这个朋友他的帖子啊。这个是什么时候投的票呢？应该就是昨天，他这里没说啊。我看这里刚才有一个帖子，好像提到了时间。联合国大会果断通过乌克兰和平决议啊，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，实现全面的和平。投票的时间是也没提。当地时间2月22日，前天，联合国重启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，在会议上，进行了投票。光明网报道的，但是他们没有指细节啊，这个帖子给了细节。141个国家赞成，其中包括阿富汗、阿联酋、匈牙利和土耳其。反对的是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叙利亚、朝鲜、马里、厄立特里亚、尼加拉瓜。弃权的有32个国家，就不说了吧。弃权的，剩下的都是支持的，141个国家支持。